参加今天的讲座。那今天第二场这个部分由我来跟各位介绍。今年这两年有很多太空船，行星的探测船在太阳系里面的。那像去年有一个登陆彗星，那像今年这个大家可能会大概在年中七月的时候，可能在一个多月，因为它差不多在五月多的时候开始会有比较多的讯息传回来，那它最重要的重点大概就是在七月前后那段时间，它会很多很多这个讯息，那我们现在都在期待说它会看到什么东西。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个叫做新地平线号，也有人翻成叫新视野号，就是视力的视啊，视野。那英文叫 Horizon 啊 ，New Horizon。那 New Horizon 这个 Horizon 的话，一般我们翻成地平线或那个水平线啊。你在航海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水平，或者是在平地，你看到地的最远的地方，那个边界的地方，所以就那也就是说你，世界，翻成有人翻成世界，就是你看得到的那个界限，视力的界限最远到哪里？所以有人翻成像天文馆啊，台北天文馆他们就翻成新世界号啊，是视力的视，然后界限的界啊，那他要去干什么呢？他要去 Pluto 的家。有人认得他吗？哪里？他叫我们刚才讲了嘛，他叫 Pluto。你在哪里看过他？在米老鼠的卡通里面看过他。那他这个 New Horizon 的首页，他标的就是说。Mission to Pluto 啊，这个地啊 ，NASA 的任务要去布鲁托，然后后面这个红字是我加的啊 ，Pluto and Friends 这是什么？就是通常就是某个剧集的卡通的时候啊，那他的 Friends 是谁？米老鼠啊，Mickey 啊 ，Minnie 啊，然后唐老鸭、啊、就是到迪士尼。所以呢，这个任务是要去哪里？去华德迪士尼吗？去迪士尼世界吗？去看这个吗？还是去看电影？哦，它其实是 Pluto， 其实另外一个我们比较少听到的啊、哦，我们大概比较多人知道 Pluto 是米老鼠的那只狗。但是米老鼠的这只狗的名字，这个 Pluto 呢，同时也有另外一个叫冥王星。哦、我们讲的冥王星，它就冥王星就是 Pluto， 就是那个神话里面冥界之王、哦。那为什么它跟 Pluto 跟这只狗有什么关系呢？它呢真的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个，等于是阎罗王、哦、那个希腊人的阎罗王跟这只狗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是1930年生的，冥王星是1930年有一个美国人叫汤包的，这个字念起来真的就叫汤包，然后有人会给他加个草包草字头，我说觉得这汤包好像不太好，所以加个草字头，那问题是他的音你看吧，这个念起来就是像汤包的样子。他1930年那个汤包发现了冥王星，那、啊、冥王星他发现了，他当时就列为太阳系的第九大行星，那就要给他取名字，取了名字呢，他就是因为很远、哦、在黑暗之中好像幽冥之王、哦、那所以给他取了这个我们中文翻成叫冥王星，那就英文就给他取名叫 Pluto Pluto， 那所以那个因为他就是神话里面的幽冥之王嘛，所以中文就把它翻成冥王星。那命名之后呢，因为这个是美国人啊、我们看到前面啊、上面这里讲到说，以前的人
四五大概可能目前看起来四五千年前的人就已经发现天空中有七个会跑来跑去的东西，叫七曜。那七曜是什么？阴阳五行。我们中国叫阴阳五行，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更早，在巴比伦那个两河流域那些文明的时候，大概四五千年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天空中除了固定的那些恒星之外，还有七个会跑来跑去的。那这七个，所以我们中文里面现在比较没有这样用，我们叫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为什么叫星期？用这七个星星排出来的一个周期，一天给一个，一天给一个。那如果 有人懂一点日文，懂日文的话，大概就知道日文不是叫一二三四五六日，他们是什么日曜日、月曜日什么在这样子，那你就你会发现就是阴阳跟五行。太阳、月亮跟五颗行星啊，五颗行星是什么？五颗行星我们一般就是水火、水火木金土，水火木金土，或者有人顺序这个，有人念就是金木水火土，但是如果是你星期的话，是水火木金土，所以礼拜六叫土曜日，那这七个排一个顺序，所以它叫星期啊，这个很早很早，四五千年前，那。后来发现，但太阴太阳其实不是啦，金木水火土是行星，地球也是一个行星，那就六个了嘛。那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又发现了第七个天王星？我们后来发现天王星，那已经到1781年了。从四五千年前到这个大概两百多年前，中间隔了四千多年，四五千年的时间，没有发现新的东西。啊，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没有望远镜，以前没有望远镜，所以你只能用眼睛看。人的眼睛，刚刚那个世超老师在讲望远镜，为什么望远镜要越做越大？因为望远镜大了，你就可以收集比较多的光线，然后把那个亮度提升上来。那如果你只能用眼睛看，人的眼睛就长这样子，你不可能明天再长大一点，后天再长大一点，那。不可能无限制的，就每一个眼睛说，有人说眼睛比铜铃大，那就已经很不得了了。以前说铜铃大眼，那就已经很不得了了。问题是现在望远镜随便一个镜片，你双筒望远镜看起来都很大一个、啊、那人的眼睛没办法，那只好要靠外界的靠望远镜。那以前呢，像天王星，它的那个亮度呢，大概它会变化啊，就随着离我们远近，近就看起来亮一点，远就暗一点。那近的时候呢，可能在人的视力能够看得到的，大概六等，六等以上一点点，大概它可以到五点多等。可是呢，它常常也是七等、六等多，我们人的眼睛就看不到了啊。眼视力再好都没办法，因为人的眼睛就这么大啊，那你。再就是说每个人会有一些差异，可是再大也有个限度。那所以呢，有的时候看得到，有的时候看不到，你又没办法长期去追踪它，然后去所谓 认出它的轨道出来。尤其是它跑到比较远，它就变暗的时候，就一段时间看不到它，你就不知道它，那你看不到你没办法追踪，就不知道它跑去哪里了。那所以一直到后来呢，望远镜发明之后，那你的亮度，你说人可以看到比较暗的东西，所以它变暗的时候你还是看得到，你就可以持续去追踪，然后去追踪之后就发现原来这个是在动，然后你再把它每天位置时间记录下来，然后算一算，发现原来它是走什么样的轨道，也是绕太阳的，这时候我们就确认它是一个行星。那之后呢又发现海王星，因为发现天王星之后，那天王星的轨道，它的真正就是你预测的计算的预测，跟它真实看到的位置还是有一点落差，所以有人猜说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在干扰它，所以从理论上就推测说可能还天王星的外面还有一个，那后来也真的就找到了另外一个这个海王星那一直到二十世纪，这个倒也不过才八十几年前的事情。发现这个是第九大行星，那发现了之后，
前面这些是谁发现的？这个很早很早，这个什么巴比伦的年代哦，两河流域那边哦，那个巴比伦的文明就已经知道有这些东西了啊、哦。那后来呢？英国1781年，美国成立了没有？美国好像刚成立哦。美国成立，美国建国是什么时候？好像是也1770几。反正这个时候美国可能刚成立，所以他们的那个科学什么都还不是很发达，因为反正那时候都还在一团乱之战乱之中。甚至后面呢，到了那个法国人李维列发现海王星的时候，这时候美国的还不是很先进。美国开始强起来，大概是20世纪的时候。那所以呢，这前面的八个行星他们通通没赶上。当他们发现了这个的时候，这唯一啊，所以虽然那时候发现的这个很小，很暗很小，可是呢，他们还是把它塞进去，然后说它是第九大行星啊。结果呢，没多这个过了70几年之后，又被踢出去了，硬塞进去了，最后还是被踢出去啊。那当美国人发现了唯一美国人发现的大行星叫做冥王星，叫做 Pluto 的时候，那美国人是不是很高兴？所以那一段时间，美国很多人啊会取名字就会用 Pluto 这个名字。迪士尼说他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感受到美国这个啊，华特迪士尼他说他那时候画那个米老鼠的卡通，然后感受到美国那种这个气氛，所以呢他也跟上流行。用冥王星，用 Pluto 名字帮那时候要帮他那个米老鼠画一只狗上去，加一个角色，就是米老鼠的狗，他就把那一只取了当时最流行的名字叫 Pluto 啊，所以 Pluto 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他跟这个冥王星真的是有关系的啊。这个人就是发现冥王星的人叫汤包啊，在右边这个是华特迪士尼啊。好，那新地平线号呢，它在2006年发射啊，1月19号，它发射到现在多久？现在2015年了，2015年的3月底了，所以已经飞了9年多的时间。那它要大概在中，不对，九年了没有？啊、哦，有了，9年啊、哦，所以它要在今年的7月14号，目前预计7月14号会接近。最接近那个冥王星，那他没有要登陆啊。这个呢，一般来说，我们对传统的就是做那种行星探测的太空船，刚开始去的时候，都是只是飞过去啊。有一种叫飞越船啊，就是像刚开始1970年代那时候刚开始太空就是太空竞赛，然后太空发射太空船去探测地球以外的行星的时候，那时候技术当然不好，因为对当时来讲距离远，困难度高，所以算不准怎么样？那就不要算那么准，没关系，反正飞得出去就好了，就给它丢出去。然后重点是什么？带照相机去拍照留念，去到一个地方就啪啪啪啪啪啪，然后所以那时候刚开始就飞到火星，火星、水星、金星跟火星是离我们最近的，所以那时候有发射太空船去。从金星旁边飞过去就拍拍照，然后发射太空船去火星也是飞过去，刚开始第一次刚开始都是飞过去拍拍照，就拍拍照，然后那个太空船就 不停下来的，就飞过头，然后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那之后呢就会技术慢慢提升，然后你就会开始说飞到那里的时候你还可以停下啊，不是停下来就是绕着那个东西转多一点观测的时间，所以现在很多那个太空船都是飞到，比如说飞到火星，我现在大概每年会发射一艘到两艘的那个太空船去火星，那其中呢很多是在轨道上面绕，好，它好像我们的人造卫星一样，它就在旁边绕，然后不断的对底下拍照，那每天这样绕，然后拍很多很多照片。你就可以比对说昨天跟今天有什么差别，火星上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那一天一天一天这样累积。那再来呢，最进步的当然就是去登陆，
在你可以掌握这个环绕的技术之后呢，那你就可以带在那个大太空船里面再带一个小太空船，通常叫登陆舱，绕一绕之后呢，就把它丢下去，找一个看，就找好一个地点，然后就把它丢下去，丢下去让它去降落在那个表面上面，那降落在表面上面，你就可以从底下，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上面星球的上方，它会有云气，会有空气的话，它通常有的时候就会有云啊，有那个沙尘啊，那所以你从光从空中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地球上的人造卫星往底下看。那常常你看到就是底下一片云，那地面的东西你就看不清楚。你想要 看清楚表面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还是要下去，就要去登陆。然后呢，登陆之后，那通常一开始的登陆就是下去就能够登陆，活着存活就已经很厉害。那一段时间几次之后，你就会觉得不甘如此，因为想说我停在一个地方。然后就一直看，每天看同样的东西不好玩，就开始想要让那个太空船可以走，所以像现在最成功的大概都是火星，火星的那个登陆艇已经下去，然后下去不止下去，甚至还可以送开一个小车在上面跑来跑去。那同样的这个时间就是他的前两年。有两艘可能大家知道火星探测的那个太空船去登陆，2004年的1月有两艘太空船去登陆火星，登陆火星下去之后呢，它还有个小车会开出去，一个叫精神号，一个叫机会号，那其中有一个挂掉了，有一个现在还在火星上。2004年到现在多久了？11年超过了，2004年的1月现在是2015年的3月，已经过了11年有两个多月了。那一艘太空船呢，它本来他们的要求只要它上去能够 活超过三个月，因为像 NASA 其实它不是自己一通通自己做， NASA 它是一个像发包的单位，我就是我把这个案子给你，太空船的给你做，那就是我先发一个大包，然后有一个单位去组拿到这个大的，然后我们知道他就分说，那个坐太空船的给你坐，火箭的给你坐，那个里面探测车给你坐，什么仪器给你坐，然后就分包，然后他最后他再把它整合起来凑起来，然后就送到那个发射场去把它发射出去，那所以那个底下呢就有 很多个他会有很多分包的小单位，那他们的合约是说，你只要那个探测车上了火星，在火星上能跑超过三个月就可以全部领钱，你就验收通过全部领钱，你就可以领钱了。好，那最他们的计划是说，万一他没挂掉的话，那我还可以延长三个月。本来他保固期是三个月，结果现在保了多久？11年又两个月，111年就已经132个月，加二嘛，134个月，三个月变成134。40几倍，所以 NASA 的那个计划从来没有一个比那个更值回票价。然后他们现在很伤脑筋，因为那个探测车还不死，他们现在 NASA 变成后来就有 NASA 有些人就觉得很头痛，因为他只要还在那边动，你这边就要设一个指挥中心，你就要继续给钱养这个指挥中心。可是他们已经没事让他干了，他已经没事，已经找不出，就是他已经在火星上走来走走走，走到已经找不到事情让他去做了。他每天拍了照片就这样子而已。那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 ，NASA 里面有另外一派人希望把这个计划结束掉，所以他们的下的指令说，让他去跳陨石坑，就从那个陨石坑开下去之后呢，因为那陨石坑的那个边缘很陡嘛，他爬不上来，爬不上来就计划自然终止。结果那个坐车的那一批人不甘心。他们就又从那个照片里面去找出了一条路线，因为那个它是要吃太阳能电池，那个电力不是很强，所以你太陡的它爬不上来，一定要很平缓的。所以他们找了一条路线，就是有点像那个登山火车这样，就反正绕，又从那个陨石坑里面爬出来。所以那辆探测车现在还在火星上面。讲远了，这个太空这一艘呢。
这个是他们当初发射的时候啊，这个那个太空船是装在这上面这个地方，你看那个底下，然后这个头好大一个，因为它里面它这个要飞很远，而且它的速度要很快，然后里面的那个是这样这样子，所以你看你看那个太空船哈，基本上你看的所有的行星探测船飞出去的那个太空船一定会有一个像这样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天线。通讯车器材，因为你去到那边，你没不可能飞鸽传书，你也不可能那个写信，所以你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无线电通讯。所以这个东西是里面最重要。很多那个很多的太空任务哈，失败都失败在哪里？机器什么都没坏，天线挂掉，只要它那个通讯的坏掉，一点用都没有。别的东西再好都没有用，你就是你收集再多资料，收集到什么东西都没用，因为你就是传不回来。因为离那么远，我不可能说我再派一个太空船去把你捡回来，去了你大概也找不到。那所以呢，它很重要的这个，通常你每一个都会看到一个大天线，因为大天线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只要你东西讯号能够送得回来是最重要的。那为什么要去冥王星？第一个，美国这主要是美国的计划，美国人当然就是会有很多美国人私下他们会有很多这种情感因素，因为这是九大行星里面唯一美国人发现的，对他们来讲意义重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当时呢，即使到现在，没有太空船去冥王星旁边拍过照，所以我们看不到冥王星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看得最清楚的大概是哈勃拍的，大概就这样子。后来还有一些哈勃在补拍的，然后拍了之后呢，就是会看到它在那边转，就是你不同时间拍嘛，你就会看到它转自转啊，那个转动的变化。可是它看怎么看，它就是这样子糊糊的，有些亮有些暗，可是它到底长什么样子，看不出来，因为它太远又太小，冥王星很小。它其实它比我们月亮还小三分之一，我们的月亮如果不绕地球，它宣告独立，它自己去找一个轨道去绕太阳的话，我们的月亮都比它有资格称为大行星。冥王星只有2200多，我们的月亮有3500，比它还比那个月亮还比那个冥王星还要大一半啊，大那个冥王星只有它的三分之二了，大概三分之二而已，那。因为没有看过冥王星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呢，其他的行星都有那个太空船，至少从旁边飞过去，像那个水星呢，水星有陆地啦，可是它太热了，目前的技术上有点困难，而且水星因为没有大气，所以你从上面的直接拍就很看得很清楚，那目前没有发现说什么特别要到地面上去才能看得到的东西。所以水星没有还没有那个太空船登陆过，但是水星应该也有很多清楚的照片。那冥王星怎么样就是不清楚，那其他的都有，像木星、土星，虽然木星、土星它没有陆地，它是气体行星，没有陆地，所以你也没办法去登陆它。但是你至少从旁边飞过去，甚至有很多太空船是现在在它旁边绕的，那不断的拍照片回来，所以你可以得到很多清楚的照片。那天王、海王也有太空船从旁边飞过去，然后拍过照片，那就是冥王星没有近距离，所以他们觉得要去发射这个太空船。那以前那么多太空船为什么都没去冥王星？因为它的轨道跟人家不一样，它的位置就很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因为以前的太空船常常一艘船出去会经过好几颗行星，从地球出去，那有些甚至是呢。比如说我要去探测外面的行星，我不往外面打，像那个之前有一个卡西尼惠根斯号太空船，就是它是一个母船卡西尼带一个小那个登陆艇惠根斯号去探测土星的，它不是往外面，不是直接往土星打出去，它是往里面打，它发射的时候是对着里面的金星打，然后打出去之后，它就刚好飞到金星的时候，那个轨道的时候。跟在金星的后面，金星的重力会拉它，会把它加速，所以我不用带很多燃料，我用时间换取金钱。我虽然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到土星，
可是呢，我可以省下很多钱。所以他是往里面打到金星的后面，然后让金星拉着他跑，然后金星弯过来的时候就把他甩出去，然后甚至他不止一次，他是甩出去，然后被金星甩出来到地球附近，换成跟在地球后面，地球拉着他跑，这个我们叫重力牵引，然后又把他加速，然后再把他往金星后里面甩进去，再用金星再帮他加速一次，所以 他是绕了好大的圈子才飞到土星去，飞了十年。飞了十年才到土星，那个，像以前那你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哦、我就经过金星，会经过那出来的时候会经过那个火星，哦、可能要最好又刚好可以经过木星、哦，那每一个都可以帮你加速，我就可以省很多燃料。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啊、我就可以一次看一个太空船就可以看好几个东西。那所以以前的太空船都可以这样子，那但是他们重点是他们都在同一个黄道面上面，所以你这个路线不会太奇怪，哦、但是冥王星的轨道跟这些八大行星的那个轨道是不太一样的，它就有一个大概19度的夹角，所以呢你这样子飞飞飞飞就飞到这里，可是它在这里，哦、所以呢你如果要去冥王星的话，专门要发射一艘太空船。那中间也没有办法经过太多其他的行星，那所以呢，之前就是为了省钱，然后为了就是一次要达到很多个目的，当然就把冥王星先丢开，其他的都已经看过之后，最后呢，冥王星就是没人看好，那我们就发射。所以美国那时候就决定说，啊，发射一个，啊，那在2006年，有人在猜测了，就是说美国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2006年这个时候发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也发现之前他们发现很多新的像冥王星这样的东西，他们需要把它列为十大行星、十一大行星、十二大行星，所以在2006年那一年那个国际天文联合会开会的时候，他们曾经美国提出一个案子是增列三个，至少增列三个，就是后来和冥王星被开除的那个叫系神星 Eris， 然后还有另外两个，那总共他们的提案啊，2006年那一年，他是三年开一次大会，所以2006年没有就要2009，所以2006年原来美国提的案子是12大行星，一次要加三个上去，结果开会的结果是。2006年8月24号在布拉格国际天文联合会三年一次的大会 就有，那时候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因为事先就已经通知说今年有一个重大决议，就是要决定那个冥王星的地位，那结果呢开会的本来提案是12大行星，然后中间就有人提出来说，欸，不要，我们是8大行星，就提了很多，最后投票结果是8大行星，把冥王星踢出去，然后改列为另外一个新的，以前没有这个，改列为这个矮行星或者叫侏儒行星，就是没有长大的，没有完全长大的。那除了冥王星之外呢，那这个是以前2003 UB313， 这个是后来被命名，正式命名叫 Eris 系神星，那它就是害冥王星被开除的，系神星 Eris 的话，它就是害冥王星被开除，因为它比冥王星大。它2003被拍到，但是一直分析到2005年才正式宣布公布出来，刚好赶上2006年要开会。那当时是这那个 Eris 也要列为那个大行星，那因为呢它比冥王星大，当初冥王星刚刚讲说2200-2300嘛，那 Eris 当初刚那个估计是大概3000，所以冥王星算大行星， Eris 一定要算，那如果 Eris 不算的话，那冥王星凭什么资格算大行星，所以当时就有个争议。那另外还有两个大概是比冥王星小一点点，大概是2000不到，接近2000的，所以那时候本来是刚开始要12个，
就后来就连冥王星，就是三个不要放进去，那这冥王星怎么办？冥王星一起踢出去好了。所以呢，就增列一个矮行星的这个家族，把冥王星，然后谷神星啊，这个是本来是小行星的那个啊，比大的小行星，然后跟那个和冥王星被开除了 Eris 啊，然后后来还有几颗已经确定的，什么 Makemake Haumi 啊，那个他是用那个夏威夷以前都是用那个希腊或罗马神话啊，那后来 Haumi 啊，什么 Makemake 这个就是那个用夏威夷的神，因为那个发现的天文台都在。那个刚思潮老师有讲到，他们都在夏威夷的山上，夏威夷的原住民呢就会抗议，为了安抚他们说好，我们把你们的我们发现用你们的那个神话的名字来命名，所以他们也后来就有那个北美印第安人的神那个神话人物跟那个夏威夷神话人物放进去这种命名里面。那在那个新地平线号之前，有四艘曾经发射过很多艘太空船，其中有四个最后会离开太阳系，会有最后会有那个这边有先锋十号、十一号在72年跟73年发射，然后那航海家或者叫旅行者叫77跟两个都在77年，一个8月，一个9月。那他们发射呢？这四个其实这些东西主要都是要去做行星探测，但是呢，因为它的速度快，快到呢足够脱离太阳系，那多快呢？20000年后会离开太阳系。他们的速度够快，够足够那个就是超越太阳系的有一个所谓脱离速度。你就是丢一个东西丢出去，比如说我东西这样子一丢上去，它会掉下来，因为它速度不够。我们地球有一个脱离速度，因为我们的引力的关系有一个脱离速度。那太阳呢？太阳的引力，所以它也会有一个脱离速度。所以你只要能超过那个速度，最后你会离开，可以出去飞出太阳系，不再回来。那这四艘呢，都是会超它的速度都超过那个所谓的脱离速度。那第五艘就是新地平线号。所以这五艘太空船最后都会离开太阳系。那五艘太空船里面最快的发射的时候最快的速度的是新地平线号。可是呢它不会超越其他的太空船。因为其他这几艘太空船 ,1970 年的时候刚好太阳系的几大行星它排列位置非常漂亮。所以当时他们有算过它排起来呢刚好你飞过这个的时候被它拖着走。然后离开它的时候会被甩到下一个行星去，下一个行星又拖着你走，又帮你加速，然后再甩到下一个行星去。所以呢，你不用带太多的燃料，一发射出去，然后你发射的初速不用很快，所以你的火箭不用很大啊。那你发射出去之后呢，你只要用时间啊，你只要就慢慢的跟着这个，跟着那个，每一个都跟对了，然后你就可以获得很大的那个力量，把你推出太阳系去。所以呢，新地平线号发射的时候是最快的，可是它没有像前面这四个这样子，它刚好那种条件那么好，刚好每一个行星都对它有助那个有帮助，所以它最后呢，它速度不会超越人家。发射的时候是快，可是呢，后面没有就是行星帮它加速的那个没有很多，人家帮它加分的不多。所以呢，他最后还是没办法超越前面这四个。那航海家已经跑，航海家的一号在这里，二号在这里。那先锋的十号现在飞到这里，十一号在这里。他们这几艘呢都会离开太阳系，那个新地平线号也会。那讲到冥王星，那被开除现在对行星的定义，但这个东西还是有很多人对它有意见当然现在就还是在吵这个东西。其实行星的定义，这个东西是不断在改变的，在历史上它是改变过很多次的，所以以后改这些这现在是这样子的，现在是这样定，
但是即使是现在，就很多人对这个定法有意见，他们说，哎，会举很多例子来驳斥说，哎，你这样不算，那样不算啊。所以未来改或者有新的发现的时候，在修正这些、修订这些、重新修订这些定义的话，是一定会发生的，不是说可能会发生。这 我认为，只要人类的文明还在，文明还有进步，一定会对旧的东西做修正。你一定会发现以前的东西有不足，那你一定会有些修正。我们现在的大概是这样几个基本原则，就是绕着太阳转的，你绕行星转的就不算，绕别人转的不算，要绕我们这个太阳的，要绕恒星转的。然后它必须要能够大到重，质量要大，然后它能够让它的重力呢，使它自己形成一个，这个就是接近圆球或椭球形状的，能够维持一个平衡，就是说你不能滚，不能变来变去，不能一直在变动，今天这样子，明天那样子，它至少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外形，然后它大概就是比较圆。所以你如果引那个很小的话，太小，那你引力不够强，所以那个像小行星啊、彗星啊，都那个长得奇形怪状，什么样子都有，因为它引力不够强。但引力够强的时候，你凸出来的就会被引力拉下来，比如说像我们地球上面，你凸我们地球上最高的山多少？8000多，算9000好了。可是我们地球的半径是多少？6400、6378、6000多，讲算6400，所以呢，6400的上面多一个十，不要算九，我们算十，6400多一个十，那好像那个橘子，甚至不要说橘子，苹果的皮觉得很光滑了吧？它上面一个小凹洞或者是小凸点，就差不多那样子啊，6400分之1，640分之1。640分之1，大概就是一个苹果皮上面一个，有的它不会那很，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凹凸这样子，都比那个还要大，所以你那个看起来那个形状是很，就是它圆滑的，基本上你看起来那个是要很圆滑的，那就是引力要够大，质量要够大，那另外一个轨道上面，它这个所运行的轨道上面呢，不能有其他跟它大一样大小的东西。就是我这个轨道要独占，那有人说哈，那时候冥王星被开除之后，美国人就很不爽，那当然就开始，那就因为他们那时候提出这个定义，就是说这条有问题，因为为什么？海王星的轨道上面有一个冥王星，冥王星也是大行星，所以呢，它的轨道没有清干净。美国人那时候有美国人提出这样，然后就被别人打脸。为什么？冥王星跟海王星差太多了，冥王星才2200多，海王星大概是10万公里，它的直径是10万公里等级的，地球是6378的乘以2嘛，12000多，将近13000嘛。那海王星比我们再大个，那天王、海王大概都比我们大个忘记了，大概四五倍吧，那个确切的数字，反正它也将，我记得它大概是六七万公里，到大概是6万多7万公里，所以呢，跟那个6-7万跟那个2000，差起来就很差很多，所以不能算是跟它同等大小的，那另外呢，冥王星被踢出去之后，冥王星有一个家族。矮行星这个家族，那个家族怎么分呢？它也是一样环绕太阳运行的，那它也能够形成这种近乎圆球形的这种形状，但是它轨道上面还有很多大小类似的，就是它的轨道范围里面，它不是独占的，那还有一个，它不能是卫星，不能绕着别人转，那它必须要，就是它没有它的轨道不是独占的那种的，那冥王星就是。这个是针对冥王星他们的特性去列出来的，因为像冥王星就是它的轨道上面有很多跟它差不多大小的，冥王星2200、2300，大概2200到2300之间，那它的同一个范围里面，同一个轨道半径的范围里面，有很多那个1000多的，那也有很多几百的，而且很多个，就是1000以上的就有10几个，
所以呢，你没有办法说它是一个大行星，因为太多人共用这个轨道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他当时说2006年所对那个矮行星所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你轨道不是独占的。好，那冥王星的大小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太阳，这是木星，欸，这是土星，欸，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还是有什么有大家有发现什么怪怪的吗？有个东西没放上去，如果把它放上去，那个土星环不见了，它没把环画上去。那因为呢，土星环实在是太没分量，它看起来很大，如果土星环放上去的话，这个整个连环算进去的话，看起来比那个木星还要大很多。可是那个环呢，其实是虚的，砰砰的，然后里面都没什么东西的，都空的，它就是碎碎冰块啊，碎冰冰粒，然后碎石块，很小很小的，然后飘在那边。有的目前的学说很主要的，大家比较接受的学说是，它可能是那个卫星互相撞来撞去，那撞碎的就变成一堆碎片，就散在它那个土星的旁边。像木星其实也有环，木星啊、天王、海王都有环，都有小小的环。所以这一次要去冥王星，也希望说看看冥王星能不能有环。那土星呢？如果你把那个环加上去，是看起来很大，可是那其实算起来那是没什么重，没什么分量啊。我们开玩笑说，那像博美狗。我们家里面如果有养博美狗，或者像养那个什么那个那种小的那个那什么贵宾狗，那看起来有的时候看起来还蛮大一只的，可是如果你把它抓去洗澡的时候，水泼下去，那个毛贴在身上就看起来好像老鼠一样，你看起来那么大一只，叫起来很大声，可是你看水一沾水，然后毛一贴上去，哇，怎么剩下这么一点点，你把那个旁边那些那个土星环把它拿掉之后，其实它的分量是不大的。那土星环看起来拿掉之后，就看起来小很多。天王、海王、地球在这里，这是大小按照比例这样子。太阳比木星大十倍，直径大十倍，那体积就会大1000倍，10×10×10，三次方。那木星比地球再大大概10倍，所以体积再差1000倍，地球这样子。金星，金星跟地球差不多大，比地球小一点点，它的直径是地球的97%，小一点点，所以而且它轨道是跟地球最接近，很多人以为是火星，其实是金星。可是呢，有讲火星人，没讲金星人，大概都没听过，应该没有听过人在这样在讲金星的，因为金星太热了，金星表面温度450°C。摄氏450°，太热了，连那个铅都融掉。目前我们所知道生物，没有一个生物能够在450°这种温度下存活。零下100°可以，零下200°可以，它只是休眠被结冰了。可是你把它拿出来解冻，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冰箱里面那个冷冻库，东西放冷冻库里面会不会坏？会，还是会。放很久，因为温度低，细菌不活动，休眠。可是你把它拿出来，你没有杀菌啊，你放冷冻库里面，有些会死掉，但是不是完全死掉。你不是说高温就是真高温它真的会死，可是你低温它只是休眠。那10000只里面只要有一只没死，你把它拿出来退冰，它就活过来。东西还是会坏，你把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再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融掉之后它会不会坏？还是会坏。那火星、水星就已经这么小了，冥王星在哪里？看得到吗？有吗？看得到吗？看得到是骗人的。为什么？以这个画面来讲，冥王星以这个比例来讲。冥王星连一个 pixel， 我们这画面是一个点一个点，叫做一个 pixel 这样子，连一个 pixel 的大小都不到，它根本画不出来。所以你要怎样？你要把等一下，我们先看，我错乱掉了，
好，你把太阳拿掉，然后其他放大之后，哎、欸，好，来，哎、欸，地球、金星、火星、水星，这时候它才会出现，它勉这样子的放大，你才勉强看得到冥王星。好，那冥王星的大小怎么决定的？目前是用这样方法决定的，用眼星的方法。就是远方有一颗恒星，那恒星的位置基本上我们大概是固定的。我们在这几年都在做这个眼星观测的这种活动。那我们的地球会绕着太阳在这里，地球会绕着太阳公转。那比如说如果冥王星刚好在这个位置，不一定是冥王星，像我们现在做小行星或做那个冥王星那个轨道叫库伯带天体或海王星外天体。海外天体的那个大小测定呢，因为它又远又小，用望远镜很难直接看到它的表面。就像我们刚刚看到冥王星2000多了，你看起来就是那样子，哈勃拍到的照片也只能到那样子而已。那怎么办呢？你想要知道它比较确切的大小，我们现在都用这个方法，眼星的方法。当你这样子过来，地球这样过来的时候，它会跑到冥王星的影子后里面，这个星光这样照过来，那旁边可以穿过来，所以你这里可以看到这颗星。可是你当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会看到冥王星的光，这个恒星的光线被冥王星挡住了，你就看到它暗下去。那用这样的方法呢，你就看什么时候暗下去，什么时候又亮起来。那如果说有很多人同时去做这个观测的话，那就是我这个地方，如果我是从中心线过去，时间比较长，那如果靠旁边一点就比较短，这边就比较短，然后很多个观测把它连起来之后，从那个边缘这样画出来，一个圆多大，冥王星的那个直径2250公里是这样算出来的，目前最精确的方法就是用这种方法，甚至它的精确可以精确到几百公尺，在50亿公里之外，5-60亿公里之外，量到精确到400公尺、300公尺这样的那么小的误差，那是最精确的方法。那唯一比它更精确的方法就是像这样子，派一艘太空船飞到那里去看，唯一最比它更精确的方法。可是这个就花很多钱，因为这种东西我们大概10万块、20万块就可以组一套望远镜来用，它不用很。台湾的那个很多同好随便都有比这个更好的望远镜，所以你不需要 很高贵，不需要盖很大的天文台。然后呢，冥王星有卫星，冥王星的第一个卫星是1978年的时候被拍出来的。那之前为什么没有？那当然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望远镜不够好，望远镜不够大，然后技术也不够好，分析的技术，因为有的时候你拍到了，可是糊成一团。那现在呢，有很多方法可以把那些乱，现在上电脑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剪，然后就可以把一些不要的东西全部去掉，看出来说，这个是真正有啊。像这个，这个也是哈勃，应该也是哈勃拍的啊，他就可以拍出来说，这个很多。这一点一点的，以前都跟杂讯混在一起，现在把杂讯去掉之后，现在在电脑上可以做很多这种处理，把那杂讯去掉之后，那个要的东西才会出现。目前已经发现有5个，最大的是这个，这个呢很有趣，因为呢它是比冥王星的一半还要大，这个叫凯龙 ，Charon， 那 Charon 那个。好像皮老板的老婆也叫 Karen，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名字，我要回去查一下。知道皮老板是谁吗？没在看海绵宝宝。哦，好吧，好像只有我在看。这是冥王星，这是他的卫星凯伦。那这个有趣的是什么？他们呢？之前一直有人在争辩一件事情，他还是九大的行星的时候，他有人在说。凯伦也应该算是冥王星，它是一个双行星系统，它不是冥王星为主，然后凯伦算它的卫星，它们是一体的，就是两个合起来叫做冥王星系统。
那为什么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因为呢，这两个的旋转的中心，旋转的质量中心不在冥王星里面。像月球不会有这个问题，月球跟地球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月球加地球，地球加月球加起来的质量中心在地球里面，在地球表面以内，所以呢是地球为主，那地球只是原地晃一晃，是月球绕着我们转。可是它不一样，它是你绕着我转的时候，我也被你扯着，然后两个一起转。那转的那个中心呢，不在冥王星的地表下，是在外面，在两者之间，在这样的位置，是在冥王星之外。所以他们有人认为说它是双行星，它应该是两个合称冥王星系统。那反正现在它也不是大行星的。那有现在也有人在提，这不这个东西跟刚刚的讲的定义又有点有一点冲突，有人在提说，除了冥王星是矮行星之外，凯伦也要算矮行星，因为它也基本上它也是圆球形，它也够大，然后呢它跟着冥王星一起绕太阳，但是呢它们两个有一个共同旋转，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可能之后可能还会改好几次，可能还会有争议。这个凯伦跟那个冥王星之间 Pluto 的之间的关系可能还会有争议。那后来又发现2005年的时候一次发现两个 ,Nix 跟那个 Hydra 这两个。然后11年又发现一个 ,12 年又发现一个。那再来呢，再来今年可能就会发现很多个。为什么？新地平线好靠近了，他用很近的距离去拍，好像以前那个木星土星，我很小的时候，我大概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十几岁大概就是我国中差不多就是1970几年那个时候刚开始，美国才要发射这些行星探测船，那以前呢都是用地面的望远镜去看去拍。所以那个时候木星土星的卫星都只有几个，20个30个，那时候十几个。那等到那个太空船从木星土星旁边近距离的飞过去，照片一拍下来，哇，一大堆，一个点不完。现在已经有60几个了，木星有60几个卫星， 土星也有60几个卫星了。那后面这30几个30-40个都是那种太空船近距离去拍的时候才看到的。所以那个新地平线号这一次从冥王星中旁边在过去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发现很多新东西，至少卫星这上面我们可以预期一定会发现一些新的。那但是这些新的可能都很小，因为目前的用哈勃呢可以发现大概是12公里以上的它大概都看得出来了，所以呢可能就是12公里以下的就等那个新地平线号去发现。但冥王星然后跟几个，那还有好几个新的是2011、12的，然后没有把它画出来。那好，拿冥王星来比一下，刚刚讲到害冥王星被开除的 Eris， 这个 Eris 她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女神。那这个跟那个什么，木马屠城记，还有什么特洛伊战争，就是因他而起的。木马屠城记里面那个什么，荷马的史诗啊，讲的那些所有的故事，源头就是他，就是他。他干了什么事？因为有一天呢，天神们大家在开轰趴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发现大家开轰趴没有找他去。他就觉得很生气，可是呢，冥缘不能够，喜怒形于色，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回家拿了一个金苹果，然后跑到人家开轰趴的地方去。这个金苹果哦，很漂亮，金苹果献给最美丽的女神。哪一个是最美丽的女神？没讲，他就溜了。然后在场的冥缘们，大家都觉得我才是最美丽的女神。那大家又不好，大家就很 gay 声，就不好意思讲。那明争暗斗要把其他人用不明争，他们用暗斗的要把，
所以呢 就开始拐弯抹角，然后就开始哎，后来就什么美女海伦啊，然后那个特洛伊战争啊，木马屠城啊，就走整个故事就是从那个金苹果开始的。所以他就是个挑拨离间造成家庭失和的。那所以叫，然后为什么所以把这个取名用他的名字来命名，那因为呢就是他啊 Ares 害的冥王星啊，太阳系九大行星家族分崩离析，有一个被踢出去了，所以呢就取了 Ares 这个名字，然后中文翻成叫系神星，兄弟系强的系，就是挑拨离间，叫兄弟系强，就叫系，中文叫把它翻成叫系神星。那 Ares 系神星，这个是 Pluto 啊，那这里面还只有画三个卫星。凯伦是很大的，另外两个小一点，另外两个更小，非常小，两个大概只有十一二十公里大小，非常小。那冥王星，哎，不是，系神星比较大，冥王星比它小一点。那后面呢，这两个，这个上面都还只有写他们的编号，这两个这些也当初也是被列为十二大行星的，除了原本的九大行星的冥王星之外，还有 Ares， 还有这两个也当时被提名列为十二大行星，那后来反正就连冥王星一起开除，那他们现在是列为矮行星，他们现在 有正式的命名了，忘记哪一个是 Makemake， 哪个是 Haumea， 然后除了他们几个之外还有其他的。那刚刚讲的那是就都是那种海王，就是那种新发现的海王星外的天体，像冥王星、系神星或者是鸟神星跟妊神星，就是怀孕妊娠那个女字旁一个妊，那个妊神星在神话里面夏威神话里面是掌管那个生小孩的。那这个是跟其他的那个其他东西不只是这些东西自己比，它是跟卫星比。木星的卫星叫加尼美德，土星的最大的卫星叫泰坦，这都五千多。水星呢4880，水星只有这样子。这两个呢都比水星还要大，不要说其他的，光这两个都比水星还要大。可是因为他们是绕着行星转的，一个绕土星，一个绕木星。所以他们只能算卫星，如果他们不要去绕木星土星，他们去绕太阳的话，他们绝对有资格认为被认定为行星，比那个冥王星，冥王星在哪里？冥王星在这里，2300，比冥王星还大一倍多，还有大概有的像那个大概大4600，大概一倍半，那这个是卡里斯多，卡里斯多呢，这是也是木星的，木星的卫星。跟水星的差不多大，它只 比水星小一点点。那它木星四大卫星里面还有一个 IO， 一个欧罗巴，我们的月亮在这里，我们的月亮有将近3500，冥王星在这里，它才2300，我们比它大很多。那甚至呢，这个是崔顿，是我记得是海王星的，这两个我忘记是谁的，我记得他好像是海王星的，这个是冥王星还是谁的我就不记得。就算是卫星很多都比冥王星大，而且一大呢不只是大一倍而已，大一倍半的都有。所以冥王星其实在整个太阳系里面其实算起来不是很大。好，那如果把冥王星拿到我们的地球上面来看的话，我们地球放在我们地球上大概多大？大概这么大，大概这么大，大概一个德州大。因为美国这个图是美国人画的，不是我自己画，是美国人画。美国人会拿他们熟悉的嘛？好，冥王星多大？大概就一个德州大，一个德州就跟冥王星一样大。那不要说美国，美国的一个州都跟它一样大。好，那冥王星还有凯伦现在的那个大，好，它的内部结构，但目前的猜测是这样，但是连它的表面都我们都看不清楚呢，它内部结构怎么会知道呢？我们所以我们只能用猜的，因为从别的星球来猜，但是猜的准不准不知道，你一定要去实际上去探测一下，去验一下才知道嘛。你用猜测，理论永远是理论，除非你有实验的证实。
你经过实验证实。好，那冥王星大概现在这样子，它里面大概有个岩石质地的核心，因为它够大，所以它中间那个岩石重的东西会往中间沉。那在表面的一定是比较轻的东西，比较轻的东西大概什么？水、冰、水，那可能甲烷啊，比如说像这里啊，氮啊、碳啊、那个甲烷啊、一氧化碳水啊、水啊，这 一堆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结成的冰。因为那个地方离太阳很远，所以它温度很低，可以低到什么程度？低到摄氏零下250几度。大咖它那个温度大概就是在摄氏的零下240几度、50度之间，所以它非常非常冷，冷到什么？我们的那个地球的大气，地球大气里面最多的是什么？氮、氧。那氮在那个多，我记得氮大概在摄氏零下200度左右呢，它就凝结了，气它就凝结成液体，氧也是。但摄氏零下250度这种温度呢，那很多都很，我们看到了很多气体都凝结下来啊，这些二氧化碳那种，只要零下70几度，它就结成干冰了。所以这些东西可能都在它的表面上，就是它就是因为它们比较轻，所以它们都在表面的地方。岩石或金属的成分会比较里面，但是呢，因为它这个2000多公里，所以它会不会有一些地质的活动？如果有地质活动的话，它可能一些会产生热，产生热呢，它可能这个冰层的下方，因为地热的关系，可能会有一点点溶解，比如说液态氮、液态氧这种东西，可能会有一些液态的东西在这边。不一定是水冰，不一定是液态水，它液态那个这种温度的话，氮跟氧啊，这种都是大概都在液态的这种，它可以流动的啊，重点是流动的东西，它搞不好里面会有生命，我们讲那个生命的三要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印象？生命三要素有没有念过？我们小时候念过了，可是后来好像就不讲这个东西了。小时候念过生命三要素。阳光、空气、水，阳光是能量来源，阳光不一定是阳光啦，就是你只要有能量的来源。空气，空气重点是什么？空气是氧气，空气中的氧气，它是取得能量跟储存能量，你就是你要把能量储存起来跟把它取出来，你要有个化学作用的工具，氧是这个很活泼的一个工具，但是你不一定要用氧。阳光是能量来源，但是能量来源不一定要从太阳来，你可以从地热，像我们地球上海底火山口的那个生物，他们就可以从地热里面喷出来那个矿物质，它不行光合作用，它像化合作用、化学合成作用，它从那个矿物质去把它分解取得能量，所以它不需要阳光，空气氧，那你 不一定需要氧，你只要能够氧、就是氧化还原，就是不一定要氧来做氧化还原这个动作，这化学反应的动作。你可能有其他，比如说硫的反应效率没有氧好，可是它还是可以用，只是在地球上用氧的会有竞争优势，因为氧的效率好。你用硫的那种生物大概就竞争不过，你大概就 被淘汰掉。可是你如果用氧的，它的效率高，那就容易存活起来。那阳光、空气、水，水是什么？水是重点是要流动。就是我们血液里面，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把你拿去冰冻起来，会不会死？不一定会死啦，但是你细胞很多会被破坏掉。那你冰冻起来，你还算活着吗？你至少算是休眠，你不动了，你没办法活动。啊，为什么？你血液凝结了。如果你血液凝结的话，你没有办法把养分送到你的细胞去，没办法把细胞的那个产生的废物运出来，所以它是运输工具。如果一个地方有这种流动的东西的话，它就可以做运输工具。它搞不好有些生物，有些宇宙中某些生物是用这种方式。它血液里面流的不是我们液态的水、液态的氧、液态的那个二氧化碳或者液态的 ammonia 什么各式各样，反正你要可以流动的东西都可能可以用，只是它的效率不像用水这么好。效率水另外还有一个特性是它有极性，所以它比较容易带东西。如果是那种没有极性的分子的话，你要把东西吸附然后带着它走，效率不好，
你就不容易背东西啦，你要有你那个流动的东西要有背负的能力，除了流动之外，那你要运输嘛，你不能说我自己游过去，那我什么东西都没带啊，你要能够把东西带着，然后游过去，游到你的目的地去啊。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搞不好，冥王星底下也搞不好也会有生物存在啊。现在我们在找那外星生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找液态的流质的东西，什么环境可能有产生这样液态流质的东西？那当然，如果找到的是液态水最好，因为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地球上证明只要有水的地方，就可以有生物。地球已经有证，已经地球的粒子就已经证明啊。那所以你又有火山，比如说底下有火山，有矿物质，那矿物质里面氧啊、硫啊这种东西，宇宙中到处都是有，每个星球都有。你如果再有液态的东西，那个地方，尤其是液态水，那个地方大概就是有生命的可能性很高啊。那冥王星比较大，凯伦比较小。那凯伦这个小呢，小在这个一千出头一点，大家就觉得很伤脑筋。所以现在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也像这样子，中间有个岩石质地的核心，但是因为它不够大，所以它没有办法把那个冰给融掉。岩石中外面包着一层雪，包着一层冰雪。那有一种呢，有一种说法是有点像彗星一样，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彗星的故乡。那个有点像彗星一样，是冰雪混杂的，混得比较均匀啊。其实它不会混得很均匀呐，人家也是那个冰雪中夹杂着泥沙，但是那个泥沙这些岩石呢，没有很明显的往中间集中的这种现象啊。那到底哪一种？去了才知道啊，可能要看，搞不好新地平线套呢。这一次去还没有办法解开这个谜，因为他现在即使他们上面有带一些测重力的那个东西，他可以测出来说，如果你均匀的东西测出来的重力跟那个不均匀的，就是岩石在中间中间硬外面松，那这样子呢测出来会有一些很微细的不同，但是他能不能测得出来这一次能不能测得出来还不知道，去了搞不好一测分辨不出来。也有可能，所以呢，之后还会有，一定还有继续会有新的太空船往这边去。这一次没解决的，下一次要解决。现在他们已经在开始提了，那个叫新地平线二号，但是这个计划还在计划中啊。那冥王星它也有大气，目前它是几年前啊？大概20年前，我记印象中1990几年的一个观测发现，也是用眼星的方法，就我刚刚讲的眼星的方法。因为如果说它没有大气的话，我遮到就遮到，过去就过去，所以那个本来看到后面的行星，突然间那个亮度是咚掉下来，然后等它出来的时候就咚上来，这个边缘会很直很陡。但是如果你有大气的话，大气不是一下就是，它也会遮掉一点光线，可是它不是一下就遮掉，所以你会看到是这样子缓缓的下来，然后上来也是缓，就有一点呢，不是像这么陡峭的上来，它是这样有一点就是有可能几秒、几分之一秒，甚至顶多几秒钟上来，所以它那个变化会有一个，它是一个曲线，它不是一个很陡的这样直线，这样直。陡上陡下陡上这样子，它会有点缓，会有点坡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冥王星的这个大气呢它虽然比它的大小大概地球的五分之一，以直径来讲大概五分之一而已，可是呢比月球还小但是它的气体的就是它的大气的范围呢，最外面呢其实跟地球的大气差不多。地球是球很大一个，大气也很浓，但是呢，很局限于表面这里，因为引力强，所以你要进来就进来，不进来就通通都飘出去。你只要一飘出去就不理你，要进来都要很靠近，所以都贴在地球的表面，大概100公里的厚度。我们一般讲大气层大概就是100公里、110、120这样子。那再上去呢，其实基本上已经非常
非常真空，非常稀薄，比我们那个实验室的真空还要高的真空。那地球很大个，可是它的大气的范围很薄，可是冥王星很小一个，但是因为它引力不大，所以那个空它的那个气大气的分布是，它这个就是很缓的，慢慢的变化，所以如果是同样的那个同样的浓度的话，我们地球到这里，爬到这里，才降到那个所谓真空的那个程度，所以，比起来差不多大。虽然它很小，可是它的大气的范围，要算的话也是蛮大的。好，那冥王星的位置在哪里？我们讲嘛，就最外面的哦。其实最外面，他们冥王星没有真的很外面，在太阳系里面，是九大是行星外面。那这个东西跟太阳系的形成，还有太阳系的整体结构有关系。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不对，应该先看这一张。如果我们按照真实的轨道的半径比例，这个轨道半径的比例是按照真实比例的来画的话，海王星在这里 ，Neptune。这个是海王星，然后这个天王星的轨道在这里，土星、木星，土星、木星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小行星带，再有里面才是火星、地球、金星、水星，全部在哪里？全部挤在这里面。所以你必须要全部挤在这里面。如果说你按照比例画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谁在哪里，全部都糊成一团了。这里面要画小行星带，然后火星、地球、那个金星、水星，然后再加一个太阳，画起来就整头一团黑了。所以你要把它隔放放大来看，太阳，然后水星、金星、地球、火星，这些全部挤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那冥王星在哪里？冥王星在这里。你看，这除了水星之外，其他的公转的那个轨道好像都在同一个面上，这是我们所谓的黄道面。我们黄道面是指地球的，地球公转轨道面叫黄道面，它的轨道叫黄道嘛，所以这个面叫黄道面。然后其他的行星大概都跟黄道面差不多，就一个很奇怪，冥王星就很特别，大家都这样子转，它是这样转。所以冥王星刚发现的时候，其实就一直有人在争议说，冥王星到底能不能算大行星？这个话题从一发现 就已经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说冥王星有问题。因为呢，第一个，它的轨道是很明显的椭圆，其他的虽然叫做椭圆，其实很接近圆，很接近正圆。冥王星是很明显的椭圆，然后它轨道呢又跟大家不一样，大家都在那个黄道面上，它就要拐一个19度。所以以前就一直 有人在质疑这件事情，但是没有发现其他证据之前，那就先接受它。但是等到发现证据之后呢，发现很多个跟冥王星类似的东西之后，认为它跟八大行星实在是不一样，应该另成一个家族，所以2006年才开那个会把它踢出去。那它在哪里？冥王星现在被归在这一个库伯带天体里面，我叫古伯带。他在1951年的时候，古伯这个人呢，他是研究彗星的短周期彗星，周期200年以下叫短周期，以上叫长周期。他研究这个，他把那些彗星的轨道通通画出来之后，发现，为什么这些短周期彗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他们的公转轨道都跟八大行星一样，跟九大行星，那时候叫九大行星。跟九大行星都一样，都是逆时钟转的，这样子。然后这是我们从上面这样看的话，它都是八大行星这样转，九大行星这样转，然后这些彗星也是这样转，那只是呢，有的转高一点，有的转低一点，基本上它没有离黄道面太远，那个角度呢，顶多到30度。当时他发现大概多最多就到30度，然后呢？这些彗星绕呢，绕到最远的地方，它的所谓的远日点大概在三，有的到三十，
有的到40，有的到50。当时他所研究的那一批大概就在远日点大概在30到50之间，大家都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他就提出一个理论，说他提出一个学说，说太阳系形成的时候，然后很多云气物质往内收缩，会形成旋转，会有一个旋转。那因为这个云气盘在转，这个大家的方向都一样，再从这个云气盘里面呢就比较结成比较大，越近的越容易结成大的物质比较密集，所以结成大行星。大行星之外呢，那因为越外面的转得越慢，演化的速度越慢，就来小的结成中的，可是来不及结成大的，所以这里应该很多中小型碎片。那他认为在30到50之间，那后来这个区域就被叫做库伯带、古伯带，他被称为，因为是他先提出来有一个这样的，好像一个甜甜圈的形状，太阳，然后比较在八大行星的外面有一圈东西，这些是短周期彗星在跑的位置，然后它的那个大概形状就看起来像一个甜甜圈，但只是很松的甜甜圈，所以在这个区域被叫做古伯带，那这里面的东西叫古伯带天体。那冥王星在哪里？冥王星平均39，它的原日点大概就是40几，所以呢，它就在古伯带里面。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人质疑说，冥王星可能是古伯带天体之一，但是没有发现其他的。之后从1930年发现冥王星，1951年古伯提出这个那个学说，那一直到1992年才有人发现，这里面还有一个，那个大概是几百公里大。然后有人发现了之后呢，大家就开始，那我也来看看，一看又发现，所以到现在大概有2000个了。到目前，从1992年到现在20几年，已经发现超过2000颗以上的那个古伯带，在这个区域了，不一定是古伯带了，还有包括有一些是应该归于欧尔特云的这个天体，大概有2000个以上，那一个两个还可以接受，3个、5个、10个、100个，到1000个、2000个的时候，你觉得说这一定是有问题，所以后来才会说提出来说，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分类，把这些东西重新分类？那这是短周期的，长周期的一个叫欧尔特云，这个大概是欧尔特这个人比较早提出来，1950年他提出来，他研究的是长周期彗星，他发现说长周期彗星呢，它的那个跟这个不一样，这两个很明显的对比，它是很有规则的，都是逆时钟转。那长周期彗星可以顺时钟，可以这样转，可以这样转，可以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转。好，那它没有规律，转的方向没有规律。另外一个，它们的那个周期很长，轨道很扁，然后它的那个角度呢，这样公转轨道的角度跟黄道面可以任何角度都有，而且是很均匀没有规则的，不像上面就是它一定局限在某个范围，它什么角度都有。然后最远最远的地方大概到五万的地方，五万个天文单位，五万个 AU， 我刚才忘了讲 AU 什么东西，就是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叫一个 AU。 那这些彗星最多到五万，超过5万的有没有？几乎没，就没有了。那后来的解释是啥？超过5万的就是别人家了。我们太阳系的边缘，真正的太阳系边缘在哪里？在5万的地方。那平均起来大概在5万，超过5万是别人家，那已经过了我们家的篱笆，这已经到别人家的院子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太阳系的边缘大概在5万，有人算出来说是算到10万，反正它的大概一个概率5到10万这个范围。那所以呢，现在把它画起来大概是这样子，这个八大行星、冥王星，然后后来又发现一堆有的没有的东西。那30到50，30就是海王星的轨道，那出来到50的地方，那30到50这个区域就被称为古伯带。所以除了冥王，这里面除了冥王星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东西，现在有发现好几千个。然后呢，这只是呢中间的一小部分，因为从这里到这里才50，真正的那但问题是从中心到
太阳系真正的最边缘五万。所以呢，我们习惯的，我们所知道的呢，九大行星啊，不要说八，现在只有八大行星，八大行星只算到海王星三十，算冥王星，算九大行星，冥王星是三十九，那还不到五十哎，那五十也才多少？五十才千分之一，五万的千分之一就五十，所以呢。我们所以前所熟知的，很多人都会以为说啊，过了冥王星就是离开太阳系了，其实还远得很。那你只过了冥王星才走千分之一不到。那我们现在最远的太空船好像已经跑了100多个 AU， 超过100，那也不过是5%。你还有漫长的时间要跑。那它跑多久？从1970几年跑到现在，跑到2010几年。已经有的跑了40年，有的跑了快40年，你还要在500倍的时间才会离开太阳系，在1000倍的时间才能够到达另外一个恒星，所以呢，目前估计呢，那些到达离开太阳系大概最快的是2万年，2万年我们才跑了30几年而已，所以真正那些太空船要离开太阳系是非常非常遥远之后的事情，那这个是。讲到就是太阳系演化产生的那个过程目前的一些学说就是本来有个云气盘，那云气盘会有一个共同的旋转方向，就是逆时，我们就讲逆时针这个方向，那大家都是这个方向转的，所以你形成的东西都是这样转，在这云气盘里面，所以它有一个共同来源，那你比较中间的因为转的比较快，演化比较快，所以呢就形成大行星，大行星引力强，又把周边的东西吸得更干净，所以在八大行星的范围里面，你几乎看不到小东西的，因为它过引力，像木星引力够强，它一过去，旁边的东西全部扫进来。然后，比如说它十年绕一圈好了，那其实应该是12年，是吧？十年绕一圈，太阳系诞生到现在41年，十年绕一圈，它绕多少圈？绕4亿圈。好像你扫地一样，地不干净，扫一遍，再不干净，再扫一遍，扫40亿遍，你还能不干净？所以像这样子转，就是像木星这样子扫4亿遍下来，都保证是干干净净的。那还有灰尘，就是旁边飘过来的。那但是呢，如果是很外面的地方，可能几百年。几千年才跑才一圈，像那个海王星啊、冥王星，那都是几百年、两三百年才一圈的，那当然扫的圈数就小，扫过的圈数就少，而且它范围又大，因为它的半径比较大，那在外面一点呢，那就更少。所以呢，外面这个地方呢，演化的速度就会很慢，就是所谓的古柏带啊，这个地方的演化就来不及变成小的，可以结成中的。结成一些中的，可是中的没办法结成个独大的，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中小型的碎片，我们现在又发现好几千个这样的东西，那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那种撞击的现象出现。好，那讲了半天，讲了新地平线要去干嘛，其实里面有很多科学的研究，那些东西是我没办法这样讲，因为这东西每个都讲起来都是要讲，都是讲很久，我们大概只能做一些概略性的介绍，它有几个重要的时间点，2006年1月19号发射，然后它是目前历史上最快的飞行器，可是不会是它，但是它不会后发先至，因为它后面没有后继的力量给它加速，不像前面那四个，所以它最后的速度还是没有办法赶上人家，因为。你往外飞呢，就会因为重力耗减的关系，你的速度会慢，会降下来。所以降到最后呢，它没办法超越前面的四个。然后呢，它发射之后，很快，6月13号，它就到达一个，经过一个，它发射出去之后，然后就有人在它的路线上找，找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顺便去看一下，它就去看了一个小行星。这个编号132524这个东西，然后呢，9月就到木星，就去拍了木星。到现在，他传回来的木星资料是非常多的，
那甚至有人说他可能他光是木星收集的资料比那个冥王星还多，虽然他的目的是冥王星，但是他在经过木星的时候，因为木星实在是太大太好看，太多东西可以看，然后拍了一大堆东西回来。好，然后开始就再来就休眠，然后再来 飞到去年的12月6号的时候 Morning Call， 他有给他设闹钟，但是地面上也会给他 Morning Call 叫他起床，起床之后呢就要 先打招呼确定他有起床，就好像你早上叫小孩子起床一样，欸，起床了没？没运，再叫一声，叫到有运为止。好，起床了，做准备。那再来呢，中间就是他已经开始在拍照了，但是呢拍，因为他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现在的距离以今天来讲刚过那个一个 AU， 离冥王星的距离刚过一个 AU， 就是说已经少一个天文单位，但是一个 AU 还是蛮远的，所以呢预计要到5月5号的时候呢，他拍照的拍出来的清晰度才能够超越哈勃，他才能超越哈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准备找什么，找新的卫星跟找环，因为呢现在拍如果拍得到东西，哈勃早就拍出来了，我们用哈勃去拍就应该拍出来。那要到那个地方，5月5号到的那个位置呢，就是你哈勃 拍不出来的，你哈勃的能力超越哈勃的能力，所以呢哈勃看不到东西，我那个时候开始看，这个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欸，哈勃看不到的东西，小的卫星，然后呢还有可能有环，除非呢我们用那个，欸，目前我们用眼星去观，就是不是我啦， 我还没有观测冥王星眼星成功过，那个运气不太好，最近这几年都在澳洲，那所以很好想去背着望远镜去澳洲玩一下，欸，而且都是暑假，很讨厌今年都是暑假，然后去那边呢就是拍他的环，就是他经过的时候，之前有人做那个冥王星的眼星，但是他们因为那个很暗，很暗，所以它亮度不够的话就没办法，就拍那个时间没办法，就要铺得很长的时间。那铺时间长的话，有些细节太细的东西你会看不到，所以没办法，那就是当他去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看到。那预计7月14号的11点50分，但是这是世界时，大概就是台湾时间的加8个小时，下午7点50左右，最接近冥王星。这个时候呢会近到什么程度，近到1万公里，1万出头一点，没有1万出头一点，目前算出来大概1万2000公里左右，那离冥王星最近1万2000公里左右，然后离那个凯龙的话大概最近的时候可以到2万7000多公里，那这样的距离的话去拍照就会拍得很清楚。我们现在离它是50亿公里跟1万公里，拍起来的东西当然是不一样。好，那之后呢，之后因为它是没有带刹车的，就虽然它有带燃料啦可以刹车，它要刹是刹不下，它会 一路冲过去，但是 还有一些燃料，所以它可以调整轨道，它没有办法，它是可以小小的改变一点方向，所以可以这样弯可以那样弯。那你过了冥王星再来要去哪里，你已经花那么多钱去到那里了，你就把它丢了不管很可惜，当然就会想说，欸，有没有其他东西顺便去看一看，所以就在冥王星的后方呢现在在找，第一阶段他目前的那个计划是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已经锁定这个目标，这也是一个跟他现在彗星小行星还有一些那古柏拉天体通通共用一个系统的编号，所以它已经编到100多万去了。然后这个呢目前锁定在，因为它刚好在它的那个 路线的附近不远，所以目前应该已经确定说会去看这个。那它的直径大概只有30到40几，大概是三四十公里，很小。其实你靠近了，就是因为它没有也没有办法真的很靠近。所以就算拍的话，它就是拍到一个点，一个小亮点，然后
从远远地方开始拍，开始拍，开始拍啊，拍不同的角度啊，看看它的亮度，看起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就没事找事做了，在这个东西，说实话，它就是没事找事做。后面这个也是一样。那之前呢，第二阶段啊，它在后面它可以做三个阶段的规划。第一个阶段已经确定了，那之前有在讨论，第二阶段是一个这个就是在海王星轨道，在海王星轨道的后方。前方或后方有一种叫特洛伊型的小天体，就是行星的前方后方60度行星的公转轨道在它的前方后方各会有一群，各会有个区域容易有东西在那边出现的，这种叫特洛伊的天体，像木星的前方后方也有一群小行星。那之前有曾经考虑过这一个，但是目前我刚刚看到的消息是说，这个已经被排除掉了，可能某些条件不合，所以这个已经被放弃了。那所以第二阶段跟第三阶段的目标都还没有确定。那再下来就是我们看刚刚讲的一些阶段啊，2006年发射，然后呢飞了九年多，其实飞到那边就快十年了，因为九年半了。啊，这个就是刚刚讲发射后半年左右，不到半年哈，2006年6月13号，他经过他就去拍了这个东西，拍了一个小行星啊，这个是还蛮新发现，你看它编号编到13万多，那就是很晚发现，而且很小的，那只是说刚好路上经过就行刷卡翕这里，那也没期待说要拍到太多什么东西，因为拍起来就是这样的，也就一个亮点，一个亮点而已，一个点，所以其实也没拍到什么，就是说啊有拍到了。然后呢，当年的9月就经过木星，那就拍了很多照片，因为木星随便拍都很多东西可以看。好，那之后呢就开始睡觉休眠，因为它要节省燃料，节省那个能源。那一直飞呢，飞到就去年12月6号，飞了9年48亿公里之后呢，起床了，然后再来就是重点阶段，就是今年，来这个我们就跳过了，在之前呢，2014年去年的那个8月25号的时候，它穿过了那个海王星的轨道。在之前，在1930年左右到2000年之间，大概有70年的时间，海王星是九大行星最外面的行星。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轨道，冥王星的轨道是这样，一个椭圆形，它近日的时候呢，是可以跑到海王星的轨道里面的。然后之后再跑出来，我记得这个应该是在2000年的时候跑出来，这个大概在1930年左右。所以那个时候汤包发现的时候，它刚好是要接近，就是要接近所谓的近日点，远日点的话就太暗了，就不容易看，而且它那个公转的运行很不明显，那个速度比较慢，然后它就要进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冥王星在里面，海王星在外面，所以有70年的时间，海王星其实是九大行星里面最外面的。然后那个2000年左右它又跑出去了，所以现在冥王星在外面。那所以它在那个去年的8月的时候，它是过海王星的轨道，然后今年那个7月的时候才会到冥王星。那这个也差不多了，跟刚刚那张。然后等它接近冥王星的时候呢，这是冥王星，这是凯伦，然后它会从这样从这里切过去，从他们两个中间穿过去，所以呢，它跟冥王星也很近，跟凯伦也很近，但是它大概在七月就是目前算已经算出来，在7月14号的时候会最接近，那穿过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凯伦目前预计大概就是像这样的，冥王星在这里，然后凯伦在这里，所以凯伦离凯伦的距离是比较远一点。虽然说是穿过去，不是
两个在两边，那样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我照相机要往哪边摆？你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所以他现在这样子的话，他的设计上他这样子的话，所以照相机往这边照，可以两个一起照到。想象中就是像这个样子，当然这画得太夸张，没有这么近了、其实10000公里，它有2000多公里，其实也算贴近表面飞过去了，已经算很近了，所以你才看得清楚它表面长什么样子。这都是目前这都是想象化，那到底是这样子呢，还是说一片白白的，上面有一些像那个木、像那个木星有些卫星那个欧罗巴，它是上面都是一层厚厚的冰雪，然后上面有一些红暗色暗红色的那种条纹，那种裂纹，冰层的裂纹，我觉得可能比较可能像那种样子，就是一层厚厚的冰，白白的冰，上面有一些裂纹，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像这样子，搞不好有人会猜说它有液态的像海洋一样的东西，因为如果它的氮成分很多，因为我们现在它可以拍那个可以用光谱的方式，虽然没有太空船去用光谱的方式可以测它那个里面大，比如说它的表面或它的成分 有哪些东西，这氮的含量似乎也还不少。那这是最近以现在更精确、更精细的那个，就是这样穿过去，然后这个时间呢，那一天7月14号的这个 UT 就是世界时11:49:58，这个时候离冥王星最近，它穿过去，这个时候离冥王星的距离是12500公里，然后呢，再来呢，它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离凯伦最接近的，最接近凯伦的是在这个时间，那距离是28800公里，之后呢，再往前，目前的目，因为它有燃料，所以它调整一点轨道。现在设计是要让它穿进冥王星的影子里面去，就是太阳在右边嘛，太阳在正右方，冥王星在这里，所以在它阳光这样照过来，在它的后方会有一条影子，要让它穿进那个影子带里面去。然后呢，你就会看到什么？看到日食。你就会看到日食，所以这个一般就是学术上讲的比较学术文绉绉一点叫掩星，就是把太阳遮掉了，因为它会整它这个距离会把整个这样，所以你会看到太阳暗掉。那这时候呢，如果假设如果可以拍比较精确的照片的话，你那个冥王星的大气层，因为你从那个后面，因为你把太阳遮掉，太阳光很强，所以光芒会压到很多周边的东西，像大气层这种东西你就不容易看出来。可是当你用那个冥王星把太阳遮掉的时候，好像我们从后方看那个地球，你会看到那个冥王星的边缘那个大气呢会很明显。所以这样穿进去呢，从这里拍来拍有一个好处，那个冥王星的边缘这个大气这个会很明显。然后呢，下一个呢，还要穿过凯伦的那个影子里面，不止冥王星，它还要穿过凯伦的那个影子里面，所以非常非常的就因为这个东西是可能我目前可以猜测得到的说，最有用的就是在研究它的大气的那个不同高度大气的浓度，可以也这样拍的话，可以看得很清楚，研究得非常精确。这是一个很可能很大的好处啊，这种路线的规划。好，那过了之后呢，他就继续沿着这个路线飞出去啊。那现在 Eris 在这里啊，豪米啊在这里，大概在海王星轨道附近，这个比较出来一点，这是古伯带的那个中心的地方啊。Makemake 在这里，那冥王星在这里，他会从这样子啊继续往前飞，然后继续往前飞呢。就这样子结束了吗？花那么多钱，所以当然有点不甘心，想说再找找看有没有别的东西。所以目前的规划是这样子。那因为它有燃料可以调节，它还有燃料，所以可以 改变一下方向。所以当过了冥王星之后呢，它会发动它的火箭，然后做一些，但是它有一个范围，因为它燃料有限，所以你不可能偏太大角度。
所以你只能偏一小小的，所以它有一个范围。那现在就是在找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去看一下。那它的计划上面是分成三个阶段，那就是近、中、远。近，因为近的那个现在已经决定，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啊，11110113Y 啊，这个它的大小只有几十公里，三四十公里而已，这是还蛮新发现的。那跟冥王星本体来，第一个哈，至少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就是说，当它飞过去拍一下，看看它到底是30、35、40。都是50，至少这种距离你可能比较能够精确的量出来说它到底有多大。然后呢，目前第二阶段跟第三阶段的还没有，因为之前有研究过这个，但是已经被排除了，这个可能有某些条件没有办法配合，所以这个已经被删掉了。但是到底有没有，就是说替补的还没选出来，所以后面第二阶段到底要去哪里还不知道，可能过一阵再下来，最近应该就要决定了，再不决定就来不及了嘛，所以可能最近他们在赶快在找替补人选，那还没有决定是谁啊。第三阶段的目前还没有消息。那目前大概就是第一阶段，那这些都是所谓的就是库伯带天体或者是海王星外的天体，就是更外面的这些地方呢，以前都没有人去看过，以前的太空船没有到这个地方，也没有针对这些东西去探测过，所以不知道到底会看到什么东西。那这也是科学好玩的东西，你要是什么都知道了，那你干嘛去啊？你有一那种科学探测，就是你要去探测那个你 还不知道它，你猜它可能长什么样子，你可以猜它长什么样子，可是呢，到底是不是长那样子，就是要亲自去看了，你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这样。搞不好看一次还不够，你还得看两次、看三次，你才会看得出来。因为搞不好这次去，他刚好转过去了，不给你看，有些什么好玩的东西，这次去你没看到，下就好像我们出去玩嘛，我们去某个地方玩，我早上去、中午去、半夜去，你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去的时间，因为像这种时间都很短。所以之后的计划可能就会这样子，如果以后再有太空船去的话，它可能就是现在这都是飞跃，飞到那里就不见了，就过去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算那么准，让它在那里停下来不要动。那但是以后就会有，以前的别的那个什么火星的啦，那个木星、土星的那个探测计划也是一样啊，前面都是飞过去就算了，再来你就要想办法让它停下来，在旁边绕，在那停留久一点。所以未来可能就是一定会有这种太空船，不是可能，一定会有太空船飞到那里，然后飞到冥王星的旁边，然后想办法减速下来，让它在那边绕着它转，然后不管是转三天，就是在这咻一下就过去了，可是我能可以转三个礼拜，转三个月，那你都可以比现在得到更多的资讯，而且你可以看这一面、看那一面，可以看很多面，那才能看到很多东西，所以一定会有新的，一定很多新发现。好，那再来我们就在等，而且今年的暑假好热闹，六七月那段时间很热闹。除了这个冥王星是7月10几号，但是5月5号开始，随时可能都有新发现出现。我们刚刚讲到说。5月5号它就进入了，它就超越了那个哈勃太空望远镜的那个能力，所以呢它会看到哈勃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可能很多新东西5月5号之后就开始陆陆续续会进来。然后7月14号过了，就是经过那个冥王星跟凯伦继续往前，它还可以回头拍，因为相机可以转，可以回头拍。然后再往前呢，你会看到就是会碰到一些海王星外天体，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可能有新东西。那另外呢，去年有一个那个罗塞塔号去登陆，一个太空船去登陆彗星，那登陆那颗彗星呢，我前面好像有一张照片啊，这张罗塞塔号去登陆一个这么小的东西，在冥王星如果是这么大的话，
然后他就登陆了那个四公里，直径大概三公里多，四公里，一个很小很小的彗星。那罗莎那个他有丢了一个太那个登陆船叫飞来号，好，那飞来的话，他下去呢，登陆不是很成功，为什么？因为他下去的时候，他就是降下去的时候，那降下去触到地面的时候，他应该发射一个像鱼叉有个倒钩的东西，刺进那个他的表层，刺到里面去勾住，有一个毛。有个毛要刺到里面去，就要它触到地面的时候，那个没有发射成功，所以呢，它就因为四公里太小了，那个引力几乎是 无重力的状态，它引力非常非常小，所以它一碰到就弹开，一弹开飞起来就飞得不知道哪里去了，现在还在找、有人在猜，有人在现在他们一直在那个照片里面找。找有没有什么地方看起来像那个像那个飞来号的位置，因为它有它的电池电力不够了，它本来想说上去之后要张开太阳能板，然后用晒太阳那个吸收太阳能，可是落到一个就是它降下去，最后它是有落到那个表面上，它最后有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它有拍照，它伸出一个镜头，然后对外面拍了几张照片传回来。然后要用根据那个照片去找他在哪里，结果他拍出来是一团漆黑，他是落在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山谷里面，就是或者是一个峭壁的下方，刚好被那个阴影遮住了，所以他太阳能板张开了没有阳光，而且他那个角度好像歪歪的，所以他照到阳他就拍到他那个他就绕拍了一圈，就一看啊太阳能板照到阳光太弱。所以他们赶快就把它关掉，然后他要保留电力，保留电力目前预期是在什么时候？大概是今年的六月的时候，因为那颗彗星，它现在就在彗星上面，所以它就会彗星就会越来越接近太阳。六月的时候最近接近太阳的时候，它会再重启那个飞来号，然后叫它起来，这时候它再看一下它的，这时候会在。因为它电力非常少，所以要很省着用，拍几张照片传回来，那看看那个太阳能板是不是照到阳光了。如果照到阳光，它可以充电，那它就会让它运作。如果那个时候再照不到阳光，那就大概就挂掉了，因为再转出去就来不及了。所以大概六月也是那个飞来号到底是不是能够再存活，然后能不能从采集那个。那本来有很多仪器都带上去的，可是那都要用电，可是它电力又不足。它本来是要用那个太阳能充电的，可是落的那个位置落的不好，晒不到阳光，所以它那个电池就充不饱，所以它现在都不敢用电。那在六月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充晒到太阳充到电。那所以六月七月那个时间也是关键时刻，也是飞来那个罗塞塔任务的关键时刻。好，我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那今年好多这个太阳系的探测船的任务应该会很精彩，尤其是暑假。好，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谢谢各位，谢谢。我记得我们应该是六月会请那个林中义，中央大学有位专门做彗星的，然后对那个。那个飞来罗塞塔号，他就一直在，他们有参与的。他六月的那一次会请那个林中义博士来演讲，他就是要讲，因为那个时候飞来号到底还没有没有活着，应该他就可以给得很清楚的资料。好，谢谢。